乔薇现在躺在医院昏迷不醒，我真的很对不起她。上一趟我的家，医术传家，现在你在生死关头，我却束手无策。振宁哥，真的是你，忍冬，我真的好担心，好想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 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忍冬燕蔷薇，东森超市33频道全台首播。